定我要告椅子，他们这些孙子群就说：“哎，馆长在浪费司法资源。”每一个来告我的人，我都认啊，我又不像椅子一样。哎呦，法官，我想要这个我的证件过期了，我想要回香港一趟，因为我爸妈都想要移民。法官拜托哦，哦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爸爸妈妈，哎，哎，儿子啊，椅子啊，怎么了？我要卖毒品喽！你有跟你爸妈讲吗？你卖一支多少的时候有跟爸妈讲吗？啊，爸妈，我抽成再便宜哦，有吗？椅子有吗？没动的没动，炸鸡的炸鸡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敢认？该认就认嘛。最近我要告椅子，他们这些孙子群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馆长在浪费司法资源。”啊，我被告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我被建功告四十几条。那时候我去看新闻，下面都写什么？告死馆长，告得好，告死馆长。他现在五年的停了，建功告输了又上诉，啊，你怎么不去刷？你们这些人这么关心司法，你怎么不去刷？哦，你告馆长四十几条，告了五年，你在浪费司法资源，不是啊？哦，啊、人家告我都好棒，我告别人就是哦哦不好，每一个来告我的人，我都认啊，我又不像椅子一样，哎呦，法官，我想要这个我的证件过期了，我想要回香港一趟，因为我爸妈都想要移民。法官拜托哦，哦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爸爸妈妈，哎，儿子啊，椅子啊，怎么了？我要卖毒品喽！你有跟你爸妈讲吗？你卖一支多少的时候有跟爸妈讲吗？啊，爸妈，我抽成再便宜哦，有吗？椅子有吗？啊，没有跟爸妈讲。那、啊、你开庭的时候，现在要被关了，就把爸妈，哦，我爸妈也想要移民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讲一次，希望呢大家知道我证件过期了，证件过期了，先关啊，我开庭。哎、欸，馆长啊，啊啊，那个吃什么意思啊？吃意啊，我。哦，好，那你要被判哦，好啊，架杠的男猪喊的，啊，那个王秉忠，啊，你骂他，是骂他吗？是啊，法官来，啊，你骂狗儿子是在骂他吗？是啊，哦，那你这样子哦，那就赔钱吧。哦，法官说好认，然后就要赔他三十万、二十万，我都该讲的我就讲，该说的我就说，爸爸妈妈嘞，我兄弟姐妹嘞。半路认亲家嘞，内斗的内斗，炸鸡的炸鸡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敢认？该认就认嘛。我跟你讲，你个大刚拢讲话，一个礼拜听说开一天嘛。你每一个礼拜都把生命浪费在我身上，你剩下没几个礼拜的嘛。我们讲四个月十六周，你给我讲十六届，我来给他倒数哦。快点洗 Licky 啊，进来啊！